不，做乃是昆仑祭主，做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莫不是以为你还有做鬼的资格？碎魂，你竟要碎了本座的魂！一旦碎魂使出，对方将会魂飞魄散，万劫不复。而操纵碎魂月法的人，也必须要对神阴之力极为通透，否则一个不小心，将会自己遭到反噬，使得自己的魂魄也被卷入，被碎魂月法所碎，万劫不复。当年的神阴女王都没有。这丫头，她怎么敢？臭丫头，你住手！你住手啊！她分明在选择自爆，自爆的刹那，短暂之间已是达到了地境，地境所有的力量冲着月清晨攻去。这丫头定躲不过我自爆的力量，她如今分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另外一道黑色身影倏然从长空掠起，直直地冲向了他的力量，一道道滔天的金色气息溢出，骤然将他的地境气息全都挡了回去。不不、自爆的力量瓦解，昆仑界主只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要被抽离。是他毁了神阴阁，是他杀了我们，杀了我们的家人，是他抓了曾经的女王，杀了女王，甚至还炼化了女王的心脏。我们吞了他的神魄，吞了他呀。不，不要、神阴众魂们，现在你们亲手报仇的时候到了。因果报应，如今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。